万全装百万撤离。大家好，我是氪金西，百万全装百万撤离，六格手册顶级复评。今天这个兄弟的仓库算不上特别空，只是空的不明显。来吧，带上兄弟们，让他体验一把500万的超短局。开局刷新到了服装室右手通道，这个地方周围不出10米就有4个出生点。这局我们4个热成像打的是短管14，子弹995。带这个兄弟直接去捡仪式整理状态，他需要检索装备，可以带热成像。整理好状态，直接去综合办。冯岩先去综合办开保险。尴尬的是，之前被山马拉松忘换钥匙链，以为这局废了。路过阅览室，打掉一个特遣。空气台长室正门又打掉一个，趁第三个人不注意，再打掉一个特遣，完成1穿3。没带钥匙，只能扣装备给这个兄弟。这时候有一个兄弟说自己有企划室钥匙，那就直接去拿中控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企划室出了一个大金。这时候外面来了一个老六，被队友打掉，通知队友到2楼电梯集合。大金交给任务完成，最后带兄弟成功百万撤离，然后还弹出一个急速反应。当我没找到被我淘汰的第4个特遣的画面，同粉我是认真的，下期见。